哇，好紧张！我的心脏正在跳动，对，我的心脏原本就在跳动了。我的心脏现在跳得很大力，我快得心脏病了。有王在这里。哎，这怎么打开的？这边应该有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哦哦哦，又这个又这个，不死的。哎，打得动吗？哦，可以，还可以打得动。我的火焰抵抗力现在超低耶。我的火焰抵抗力现在超低，不然会被他摸到会被死。刚刚各位有看到一个火会放火球怪吧？我现在火焰抵抗力那么低，我不知道会不会被他轰到一下就死掉。哎，小护身符，刚拿到一个。哎哎，加抗性的，拜托加抗性的。加三几率，算了。哦哦，不要那个 ，please don't 那个 ，please don't 那个，啊 ，please don't 那个 ，don't 那个。哦，哎呦，有王有王，来吧，来打吧。哦，这个也是诅咒怪。靠，我扩兵马上死了。我的，靠！我扩兵死好快哦！加油啊！哇，怎么死这么快？哇哇，我扩兵死超快的欸！啊，不行，撑不住，撑不住！先回家，先回家，先回家！哇靠，我酷兵死超快的欸！哇，又是一只很猛的王欸！哇，又是一只很猛的王，回家召唤一下，先来召唤一下那个召唤酷兵。哦，我可不想现在，我可不想像之那个上前几集那样就突然间又死掉了。我靠！又有王，哪里都有王。哦哦，受伤受伤！不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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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靠靠靠！老兄，你不要死啊！我扣一兵，你不要死！我用兵，你不要死啊！用兵要死了吗？用兵要死了吗？用兵不要死！我拜托你要撑住啊，用兵！哇，怎么这边？哇，这也现在怪真的说超难打的、欸，靠！哦，差点按错，哇，差点按到那离开游戏，哇，按错的话，我今天进度全部要重来了，哦。I can't carry anymore. 哦，天啊，我觉得玩这个游戏，我会逐渐精神耗弱下去，因为受刚才压力有点大。哇 ，OK， 回去我们那个再回去重新打那只王。为什么我还会一直受诅咒状态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然后我的一库尔兵马上死两只，干有鬼！哦，死了死了，他死了死了！哇，你过去就对了。哇哇！这边没有东西，好，我们往别。哦哦，吓到我！原来是我扩兵自己走过来，有这边应该有怪。
哇，我觉得这有怪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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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边没有。呜呼！哇！哎，又有王了！哇靠！哦，死掉死掉！哇靠，这是什么灵气啊？他那什么灵气？我怎么？那灵气好恐怖哦！这边应该有王，我就知道又有王，又是王。加油啊！炸死！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哇哦哦哦哦！我被敲到了！呜！哇天啊！各位，我现在有点紧张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。又网，这是网。哎，这是网吗？好像不是网。快点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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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、哦，来了！快点进去啊！我的扩兵跟我一进一退干嘛？哇哦！靠，我扩兵跟我一进一退的、欸。不要跟我一进，走最好，快点！我靠，真的扩兵不受控，真的是一个缺点。应该这里吧？应该这里吧？哦哦哦！哇天啊，我快不行了！我的心脏，我的心脏有点跳好大力哦。早期因为都是跟朋友玩，所以没有独自一个人面对这么多怪。然后现在一个人玩，然后什么事情都得自己来，所以很，所以那个压力真的是蛮大的。自己去攻略的话，压力很大。我个人是这样啊，自己攻略的话压力很大。加油加油，打过去打过去。哇！快点炸死他！又完了！哇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哇哇哇！超猛的！哇，尸体爆炸真的是太好用了，再像那些网豆的血量都快没了、欸、是这里吧？哦，有王有王！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哦！啊，我用兵哎、欸，他在这里干嘛？然后他死了。傻巧，他现在死了。等一下等一下，回家回家回家。我有没有搞错？我这集复活佣兵几次啊？哇！加油加油，打过去！哦
哎哎，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，靠药！但有几只王？有两只王。看我用兵要死了。看，这是怎样？哇！我一直复活佣兵就好了。哇！我的钱钱快没了，钱钱还有十几万。哇靠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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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打过去啊，老兄。要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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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符文输了，又拿到一个符文，算拿一下好了。哦，天啊，终于也过了。我已经可以想象到时候复活那个打安达利尔的时候，那个飞会应该会很好玩。我现在在第三层，所以我要找，只要找到那第四层就没事了。哦，拜托，你在那门在哪里啊？该不会在这里吧？哦，又有娃吗？哦，哦。打过去，打过去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，打过去啊，打过去啊！这边有王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不是王，这不是王，这一般的怪而已。靠，赶快进去啊，老兄！加油啊，可不可以啊？不行，要说一声哎、欸。不行，要说一声哎、欸、啊！不要打我佣兵，你打骷髅兵就好，不要打佣兵。进得去吗？哦，好危险！哦，旁边有僵尸，我刚刚看到了。哦，天啊，这边应该是没有，好吧，走这里了。哦，到底那个第四层入口到底在哪里啊？是在这里吧？哦，找到找到，第四层入口就是这个。OK， 各位，准备哦，安达利尔就是你啊！哎、欸，我用兵。哇，这边有怪。靠！不要死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不要死！拜托，不要死了！哇靠！老兄，我把我的全面复活药剂全都用在你身上，你不要死哎、欸！哇、哦！哎、欸，又有王了！加油，戳死他，戳死他！这是王！哦哦，闪电，闪电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这样子，我把我的那个尸体全都用完了，然后等一下应该。哇哇哇哇哇！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怪怪怪怪！我把我尸体用完了，
然后等一下要怎么召唤那个召唤新的骷髅兵啊？他死了没啊？哇靠，这关好难打哦！死了没？死了没？死了没？这只王怎么难打？哦，死了死了死了！然后我快喷了，我也快去了。哇靠！怎么难打？啊，祝我等一下打那个应该会蛮顺利的吧？应该啊。快点快点，就这几只，赶快打他！就这次赶快打！哇靠，有三只骷，有三只法师在那边玩。靠，赶快打法师啊！打法师啊，老兄！OK， 来了，各位来哦。哇，加油，各位！安达利也要来了。哎，没有看到安达利了，哦，看到安达利了。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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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他。趁现在给他一个特写。趁他还在的时候给他一个特写，然后这个时候在这边先召唤个门。哦，要死了吗？佣兵你可以吧？佣兵可不可以？不行要说一声哦。哇哦！啊，不行！哇，先回家。啊，佣兵死，佣兵就死在，佣兵就死在门口。Yes。哇，好难打哦，对不对？各位很难打，对不对 ？Good day。哇靠，超难打的，而且我的复活药剂都快没了。我，哦天啊，超难打的。好，再重新召唤一波，不过也快升等了。OK， 升等了，耶、yeah ！好，复活药剂，拿一拿，都拿，都拿，都拿。哇，终于要升等，好，我看我还是继续点我的召唤反抗好了，跟骷髅兵阴一点会比较好。我、哦、靠！我的，不要不要死，不要死，不要死！佣兵，你不要再死了，你再死下去我，小心我把你 fire！ 我、哦、靠！OK， 那我们再回去打一趟，应该可以吧？哇靠！哦天啊，这安达利也真的有够难打的。我已经可以想象到时候其他王会有多么愉快。OK， 各位重新挑战哦。OK，Let's go！ 他剩一半血。
为什么我扩兵一下子又少四只？加油！啊，不行不行，回去！召唤！干！啊干！尸体又去哪里了？干！尸体又去哪里了？各位，尸体全部不见！哇靠！好，再来一波！哇靠！尸体全部不见是怎样？哇！OK， 各位，再来一波，这应该是最后一波了。好 ，Let's go， 好，走吧。哎，哦，门在这里哦，靠右啊。好，是这里。I can't carry anymore。 不要吸血，最后一波打过去吧。耶、yeah, ，打完了，耶、yeah! ，哇吼 ，Yes， 呜呼，哇，我拿到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哇！哇！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的佣，为什么佣兵在受伤？哦，佣兵在被毒哎，快被毒死了！ Thanks。 哇靠！我佣兵的毒素抵抗有那么低吗？来护境用看一下是什么？哇塞！剑圣骑士，然后加，所以有抵抗可以加10。哇、wow, 那我要不要用这个欸，回复抵抗力，好吧，我用这个好了。各位，你看我可以支，这什么可以支臀，可以支臀的防，它加 78% 防御强化，然后还有那个 35% 加35防御跟加5个力量，这个有加个力量，好，我就穿这个好了。对，这个好像也比较好一点，看一下哦。然后好，加这穿这个好了，这个比较好。还有什么东西？看一下还有什么熔盾？这什么熔盾？等一下，这会不会熔盾？来看一下这是什么？哇，加这个好像没有加没有比我的古代人智慧还古代人的契约还要好哎。好吧，那我就。把它拿回去卖掉好了，再开我重新开个。OK， 把这个卖掉。啊，想不到已经打赢了，想不到打赢了哎、欸。然后把这个卖掉，哇，卖30000多，好卖。然后回去再捡一下装备。艾斯拿一下，然后刚才铁脚印血也拿一下，还有舒尔，好没啊？他的东西就只有这样而已。OK， 哦，终于结束啊啊！打赢了，想不到打赢了！哇，而且这个好像跑步速度比较快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加20%跑步速度，哇，跑步速度好快哦！哼。这个终于打到比较好一点的装备了，对啊，我记得噩梦难度8也没什么给，也没有给我好的装备，结果来地狱难度安达利就给我好装备了。好，我回去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打完自己打完开出来的门不会消失哦。哦，学到一课了。OK， 那我们这次就先到这里了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可以继续追踪这系列影片哦。然后请分享给你们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